聖齋對於我嚟講咧，其實係一個修行嘅道場。即係大家知道我係一個傳媒嘅老兵，做過電視台，做過電台，做過報館，做過雜誌。喺多倫多喺台灣都參與過報紙啊，同埋呢個雜誌嘅新雜誌、新報紙嘅創刊。但係網台好特別，網台係一個冇門檻嘅世界，任何人都參與啊，人人都可以入場，冇任何嘅 support， 純粹地就係可以啊，你要做自己嘅啊節目，做自己嘅表演，四野無人。我知道我要比以前更認真、更嚴謹，因為純技術冇花冇假。你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黃偉文。剛才我們就由這個 TSA 啦、操練啦、考試文化一路講到香港的布袋布袋創業手作，現在就很興的，就是剛才我們講九龍城書節都是一些市集的嘉年華會，就每個星期六日在觀塘呢很多工廈那裡都有這些市集、海濱公園又有、石傑尾這個、這個 JAC 即是這個賽馬會那個的中心那裡又有、咁去得多，大家都厭倦嘅原因咩咧？就係、因為嚟嚟去都係嗰啲嘢。坦白講，手作市集咧，佢都需要一個創意喺裏邊。係。但係咧，你呢啲創意咧，我就係話咧，你要發揮咧，你唔係淨係咩咧？人哋小清新咁樣見到就係、外國係咁就咁做。嗯。你個手作本身，我覺得係要有一個風土特色喺度嘅。嗯嗯嗯。風土特色咩咧？就係、譬如你，就算我只不過係設計一啲聖誕卡咁簡單嘅。嗯。你的聖誕卡可不可以反映到你自己本身的風土特色呢、你用的物料也好，或者你畫出來的圖像也好、譬如我自己看看龐一鳴選的那些聖誕禮物呢、它就很有趣的，其實譬如執紙粒那些阿伯幫他執了一個聖誕卡、它後面是有一個香港曾經是一個印刷業的
工業很發達的 地方嚟㗎嘛，係嘛？咁佢變咗咪有個風土特色喺度咯。又或者譬如我哋今次喺尼泊爾翻嚟，我見到，因為我哋都買咗一批聖誕卡啦。咁有幾樣嘢，我覺得即係好有趣啊。當時點解我決定去買呢批聖誕卡咧？即係喂，香港冇聖誕卡咩？使鬼你咁鬼遠拎過嚟咩？你咁樣 OK？ 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是、人哋嗰張紙咧，係嗰啲首歌咧，自己咧係將啲植物嗰啲纖維。即其實是將植物浸薄薄啊，薄到碎曬，薄到纖維化，散曬 ，OK， 咁然之後就攞去浸水，壓水，浸水然之後就整落去嗰塊一塊好似一個絲網咁啦，就壓曬啲水出嚟，壓曬水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將整乾佢，整乾佢，然之後就真係喺個屋企嘅後個壁印嗰度咧，就攞條繩咧，即係晾衫咁啊，晾起嗰塊嘢咁啦，然之後就將佢哋咧整完之後嗰張真係出咗嚟嘅一張嘢咧，將佢切細變做聖誕卡。咁所以嗰啲紙咧，每一張咧，第一就唔同樣，第二咧就有纖維嘅。同埋印刷嗰個聖誕老人咧，佢係聖誕老人，但係咧嗰個聖誕老人喺度揸住個轉撞全經輪，轉經輪，轉經輪。OK， 咁啊，你就會覺得喂，點解會係即係轉經輪咧？原因就係同佢哋個日常生活。他日日都見到噶嘛，喺街度。同埋最重要就係佢又唔排斥聖誕老人啊嘛，你明？大家都覺得喂，即係呢啲藏傳佛教同聖誕節好似冇乜拉能咁。同埋即係嗰啲聖誕老人咧，背後孭住，亦都有一款咧孭住嗰個背囊咧，其實就係嗰啲登山挑夫。挑夫嗰個大竹籃，因為佢幫手拎啲嘢上依個喜馬拉雅山爬上去嘅時候咧。咁佢哋聖誕老人咧就背後孭嗰啲嘢咧，都係佢哋攞現，即係佢哋當地啊。佢哋當地人嗰種一種嘅生活文化、工作上面嘅一種工具嚟嘅，雪巴族人孭住嗰啲嘢咯。嚇，咁啊，你會覺得嚇好有趣喎！佢能夠咧，即係將自己生活裏邊嘅嘢都融入埋去一個即係節日嗰度。咁你自己會諗啊，其實佢哋依一個就係創意咯。咁佢唔係淨係話啊，我就係咁整張聖誕卡出嚟，即係佢都會諗下點樣可以令到大家作為就算你係一個遊客去買張聖誕卡嘅時候，點解我要喺嗰度買？我唔翻嚟香港，香港聖誕卡多到不得了啦，係咪？就咁我哋求其拉下櫃桶啊，都大把存貨啦。點解咧？其實我覺得依個就係佢能夠考慮得到。啲乜嘢會吸引到人哋？呢個唔係淨係生產咗樣出嚟，誒，求其擺埋一邊啦。點解嗰啲教育制度栽培出嚟嘅，即係喺個教育制度裏邊考試好叻嗰啲人，成功嗰啲人咧，佢個缺點係乜嘢咧？就佢個知識層面唔夠闊啊嘛。係。第二係咩咧？就係我譬如，就算你係設計學院裏邊好叻嘅學生都，你好知道世界潮流啊，而家興乜嘢啊 ？Graphic design 嘅潮流啊，興呢個低調啊、留白啊，或者玩嗰啲字體啊等等，我當你識曬都好。如果你對嗰個自己本身嘅社會風土文化係冇理解、冇認識，甚至冇感情嘅話咧，其實你冇意思嘅。你嗰啲嘢，嗰個印度嘅細路可能叻過你嘅喎，因為你全球競爭啊嘛，而家係，可能美國喺加州嗰個細路冇讀過書都叻過你嘅喎。咁但係如果你調翻轉啦，你係對個社會冇興趣嘅，永遠閂埋門自己對住個電腦嘅，出邊啊好政治化嘅，我唔識嘅啲嘢，搞咩保育啊，我唔去嘅。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啦。所以我成日都話叻嘅學生佢對個社會一定有關心嘅。你想介紹一本好嘅書俾細路仔咧，你要借嗰個嘅社會議題去介入，引起佢嘅興趣。點解咧？喂，點解？就 connect 到個社會啊嘛。同埋。其實童書咧好多時咧，我哋睇書有一樣嘢咧，即係我哋。很多時啲人都會問，究竟點解我喺依個時間裏面我要睇依本書呢其實就係同你嘅生活有一個關係，你有一個連接嘅 ，OK？ 唔係話我睇完嗰本嘢咁啊，咪算咯，你咁。咁你任何時間睇都得㗎，你冇書啊，你冇時間性㗎，《三國演義》冇所謂，幾時睇得㗎 ？OK？ 咁就算我哋揀一本童書咧，好多時我都會從一個生活嘅角度去諗下，而唔係就咁樣話，喂，我求其啦，喂，我書架多得咁緊要，係咪？求其拿本咪得咯，你咁好容易啊！喺我哋嚟講，但係個問題，每一次我哋介紹一本書嘅時候，我都會諗下，究竟依本書同我哋嘅生活議題有啲乜嘢可以掛鈎？你去諗一諗。其實即係帶住個問題去睇書咯。嚇！咁你變咗你嘅知識咪融入你嘅生活咯，亦都能夠咧令大家咧加入討論啊！因為如果你喂都冇討論嘅空間嘅，唔需要講，大家只不過係講下喂咪三隻小豬的故事嚇，咪三隻咁樣嘅豬你又咁我又咁，到最後就咁嗰啲咁呢啲咁嘅故仔咧，其實係任何時間睇都得噶嘛。你明白嗎？即不需要去諗話我幾時介紹嘅，所以個 point 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讀書。怎樣可以將它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就算是創意都是，你譬如 startup 咁樣，
你那樣東西如果你是 solve 一個 social problem 的、你有一個社會意義在這裡、可能呢你會受到風險投資者的青睞，即是垂青的機會大。就現在已經不是只是說我設計的產品很漂亮、很吸引，是不是這件事。很多時候你看到譬如、Airbnb 也好、Google Van 也好這類、其實它都是解決一個 social problem， 是有一個社會的 aspect 在這裡，譬如打破一些的專利的壟斷等等，是就不是說、我度條絕世好竅出來然後呢就 sell 給那些風險投資者。因為你很簡單，如果你用絕世好竅的意思，你用這個 Airbnb 的說法啦，咁係乜嘢呢？佢唔係淨係提供一個 accommodation 啊嘛，唔係淨係俾張牀你瞓啊嘛，而係佢俾到一個空間你，你可以同當地嘅人一齊住，有一個互動，有一個互動嘛。同埋你喺依一個互動嘅過程裏面，你會更加認識嗰個地方、嗰個文化、嗰個民族，即係各樣佢哋當地嘅事啊嘛。其實人哋個 idea 係咁啊嘛，而唔係淨係話，我就租個牀位俾你啦，你租個房啦。咁其實你同酒店或者你同旅館冇分別㗎。依一樣嘢個分別在於點解啲人會揀去同呢啲咁樣嘅即係民宿去用呢個民宿嘅服務，而唔去好簡單啫嘛。你 book 間酒店，我今日就咁樣去，喂 booking.com 啊 ，hotel.com 啊，用乜嘢即三分鐘做完啦，乜都做完啦 ，OK。咁所以即係個 point 係講緊你點樣可以將同樣我係租旅館，令到人哋會去幫襯你呢個 service， 而唔去喂我咪求其咯，有錢嘅就 book Hilton， 冇錢嘅就 book。TripAdvisor 咯，Booking.com 唔係嗰間周星馳你成日講嗰間唔知乜嘢，都係麗、麗晶大賓館咯，麗晶大酒店 book 唔到，就去麗晶賓館咯，其實一樣嘅啫。OK， 求其揾個牀，即係 book 唔到酒店房就 book 個牀位啦，你咁樣。但係你睇到即係仍然都係嗰句咯。你話香港要做 startup 好，你只要睇翻其實當個個都係一個機械人嘅時候，講乜鬼嘢？講乜鬼嘢 startup？ 嗱，你而家最搞笑咩咧？就係琴日我睇新聞咧，呢個曾經啊被煲到好行嘅呢個叫做智能手機咖啡機，哦、你記唔記得？喺 Kickstarter 裏邊咧，籌期籌足錢啊，有噶係啊。結果而家咧就醜聞百出啊，又話佢抄呢個丹麥嘅嗰、那個嘅人哋嘅 apps 啦，跟住就冇辦法預期去生產出嗰部咖啡機啦，你明唔明啊？而家是又是變成一個 startup 的產品，因為你要記住，其實任何一個創業啊，即係一個新的出嚟要做的生意、你要記住出到嚟咧，唔係淨係一個產品咁簡單，而是到最後咧，係你係咪可以 fulfill 得到旁邊所謂的 marketing， 你即係 finance 嘅 arrangement， 你的 product 拱出市場的時候，你點樣可以 follow up 你即係嗰個客户對你呢個產品的睇法，你點樣去改良？其實後面是一個很繁複的嘢，而不是話單單學校就咁啊，俾咗10万元啊，然按住一啲 hand 就去問咗馬會去捐咗依筆錢。嗱，跟住咪擁佢 PMQ 咯。即係好簡單，譬如馬會就俾咗1亿，學校一億理工，然之後學校就有12个学生，13个学生嚟就一人派10万，派3万咁。即係你明白，其實好像變成了一門生意，在學校嚟講變成一個賺錢。依班學生就同佢賺咗錢咁樣，即係個問題咧，你唔係培育咗，而 end up 咧，依一班人咧，其實嗰個挫敗感啊，即係我而家訪問依十幾個人，佢話我講佢話，你知唔知個挫敗感喺邊度咧？我以為自己係變咗龍，點知原來就蟲咯。嚇！佢話我連蟲都不如，成唔到龍就成蟲咯。佢自己咁講，佢話因為點解挫敗喺邊度咧？因為本來咧，佢哋畢業出嚟之後咧，都在一些公司裏面做過一兩年的、即都是設計師嚟嘅，啲 product designer，OK，、都大公司的 OK， 有人就在 Swatch 做、有人頭先我喺講話喺 Facebook 啊，有人喺 Google 啊，都真係即係國際級的公司。但係因為為咗以為咧我真係去試下做一個創業啦，但係到頭來其實佢自己周身刀，其實咁講，周身都冇刀，但係佢以為自己樣都掂嘅時候咧，即係嗰種失敗咧。以為攞咗10万元就可以，我從此就賺第一桶金啊！但係原來咧係將佢推去一個即係浪費咗時間。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明嘅，就做嗰啲即係所謂創意嘅生意嘅創業者咧，其實佢未必係嗰、那個喺嗰個鑽研嗰個技術嗰個人嚟嘅，而係佢本身佢係睇到兩樣唔相關嘅物件或者事件之間。那個 connection 在哪裡？很簡單，我們用一個很簡單，我們曾經都講過的。你想想，曾幾何時，Apple 的 iPod
其實是什麼來的，是一個 hard drive 加一個 CD-ROM， 一個 CD 機，不是 CD-ROM， 是一個 CD 機加一個 hard drive， 將歌 store 進去，然後你可以隨身拎出來聽，就是這樣，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 Discman， 不過就有一個 storage 的 function 嘛， OK， 是這麼多了。其實這個就是 Steve Jobs 看到這兩樣東西出現了很久了，為 CD 機現在沒人用，還有人聽 CD 機，但當時他推出的時候沒有人覺得他會贏，因為大家覺得 MP3 呢那個音質的技術是比不上 CD 和 DVD， 所以呢日本仔仍然繼續生產 Discman，但他不知道 Mobile 那樣東西對跟著來的 Generation 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可以用一個很小的方式去 storage 了很多歌之後呢，然後跟著可以走來走去，還有很簡單，你只要想你聽得一個 MP3 講乜鬼嘢音質啫？喂，我係即係我都隨身聽啫嘛，係隨身聽啫嘛。我喂大佬，我使唔使要要求去到聽膽機咁樣嘅質素咧？唔需要噶嘛。你淨係想話，我想可以聽下歌，我想可以聽下收音機嘅啫嘛。你唔會個 focus 擺咗喺個音質上邊，哇！我要去到要點點點咁樣嘅級數啊嘛。嗱，嗰時睇唔到嗰、那個即係。嗰兩樣嘢嘅相關性咯，呢個未必係 Steve Jobs 好鑽研嗰個嘅 MP3 嘅技術可以改進到個音質好靚喎，冇關嘅喎，冇關係係。譬如佢另外就係話，而家 Network TV， 我哋成日都話香港 HKTV 啲失敗係咩咧？佢仲仍然用緊一個舊嘅 TVB 嘅模式，希望發牌，希望攞牌拍劇，咁樣去賺錢。呢個就算我俾咗個牌，你話俾你聽，黃維基都搞唔掂。然之後又你個製作成本高到咁，只不過係喺無線挖咗一班藝人過嚟，又係用翻喂換湯唔換藥。我當你個題材可能係會比較即係。肯貼接觸嗰啲比較出眾、比較貼近嘅實，即係現實，係啦。OK， 依個無可否認。但係其實你成個模式又係嗰班糖水滾糖漁嘅人，即係舊瓶新酒，其實冇意義。但係調翻轉喺大家嚟講，佢大家會覺得係咩咧？有啲乜嘢新意咧？同埋喺你嚟講，你最重要就係你嘅成本太高啊。所以我就話你睇唔到好多創業者，佢淨係以為自己因為我好熟，譬如我文字好熟，寫書好叻，咁我就。就是只是躲在自己的強項那裡，但你創業者其實不是嘛，你是要看到其他，譬如這個公仔，咦，究竟做什麼的呢？為什麼那個人會想到拿來做這件事的呢？還有很簡單，我你以為他的公仔其實他不是來的，我當時也有問他，我說啊，為什麼是聖誕鹿啊，那他也有說，他說因為聖誕節咯，那要用來好應節咯，所以這一樣東西我咪做隻鹿出嚟啦，即係我有問個細路，我有問佢，我話其實你啲公仔咧個創意係點樣嚟嘅咧？咁佢話冇㗎，依啲咪我嘅腦裏邊我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依只墨魚嘴咧，初時啦 ，OK， 我有問你嘅，我依只咩嚟啫？啲咩怪獸嚟啊？咁佢就話，即係嗰個人就話幫我聽，依個係一個墨魚 ，OK。咁我又覺得，咦，其實都幾得意喎。但係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咧，佢唔係就咁做咗個公仔出嚟，而原來依公仔係有作用嘅。當我哋知道，當我哋即係其實行過。行過依啲細路仔個店嘅前面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一大排依啲嘢，我哋就喺度諗，哇！其實我哋做咩咧？如果冇用，我就買公仔冇意義嘅喎。就算我哋幫襯你，你都要話俾我聽嗰樣嘢係乜嘢啊？咁當我哋發現啦，咦唔係喎，原來全部都有功能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咦真係有啲腦嘅喎。你而家去到而家即係資訊爆炸咧，其實橋咧就抄得好快嘅，係，亦都冇絕世好橋呢回事。嗯亦都唔會話咧，我一個 idea 就贏曬。嗱，香港好多時啲父母一個錯誤嘅觀念，就係以為咧一條橋咧就可以食過世。但係所有創業者其實佢哋都係要不斷即係嘗試失敗，再嘗試再失敗，咁樣去不斷修正佢嘅嘢。咁最重要係咩咧？就係個執行嘅能力。嗱，你記住執行，你頭先講即係接觸到嗰啲 case 佢失敗嘅原因咩咧？佢唔係淨係創意嘅執行啊，而係嗰個 business 嘅執行能力啊。business 嘅意思即係話你說唔說服得到人哋擺你啲嘢喺度賣咧？你識唔識得去 market 你嘅產品咧？去接觸到你嗰啲 potential 嘅消費者咧？呢個就係你嘅所謂 business ideas 嗰個執行嘅能力。而呢個執行能力絕對唔係通過喺百樂商業中心裏面嗰十幾二十個嗰啲嘅貨如進修嘅嗰啲呃你錢嗰啲嘢咧，係可以。攞到翻嚟，同埋你唔好以為真係學完嗰啲嘢咧，你哋真係十八般武藝學曬先得㗎。其實你只不過係交咗學費，到你真係要去靠依樣嘢揾食嘅時候，你能唔能夠一條龍咁樣兼顧所有要做嘅，即係一盤生意要處理嘅嘢？咩情況都有學到咧？我成日都話，如果個細路佢去參加呢啲咁樣嘅學生嘅運動嗰陣時咧，佢要 coordinate 好多嘢，係佢要見記者，佢要出嚟講説話。
跟住佢要 coordinate 啲後勤嘅嘢，跟住出咗狀況嗰時候，佢要即刻去諗計，佢點樣去帶領群眾，點樣去號召佢嗰班彎咗嗰時同路人，點樣去鼓勵佢哋企翻出嚟咧？冇錯，喺同路人，即係佢都要 coordinate 成件事，喂，同路人要大家點樣一齊做咩 ？A 隊、B 隊、C 隊要大家各自做乜嘢？即係一個咁樣嘅安排嘅，即係一個 coordination 咧。其實很重要咯，係啊，同埋你點樣 sell 咧？係你呢個運動，你點樣叫你啲 follower 去跟住你先？喂，嗰啲追隨者會覺得哇，你條橋咁咁傻㗎，咁啊白痴㗎，因為而家係人都會 challenge 你㗎嘛，我真係唔會跟住你嘅，做埋啲嘢傻㗎啲咁樣。咁所以其實你成個事情咧，就會鍛鍊到嗰個人咧，要有一個好周詳嘅計劃。如果唔係，人哋唔會睬你㗎嘛。同埋佢識得轉啊，嚇！譬如一有人我發覺嗰十個 followers 都 question 緊你呢個咩氣候暖化運動係戇誇嘅。個方法不應該是這樣的，你要懂得轉，你不可以堅持堅持不斷不動，還有你要解答他 OK 是 perhaps 我是愚蠢，但是在愚蠢的背後其實第一步會是愚蠢，但是我們要去達到一樣的東西就必定要經過這樣的路程、at least 你有個說法去話到給別人聽，人家覺得哦原來是這樣，而不是就是你說我愚蠢我就跟你吵，吵完之後就散檔，即是很多時候拆大台即是很多時候就會現在那些 startup 的人很多時候面對這件事就是一受到一些挫折的時候他沒辦法，他沒辦法，其實就是即係嗰個 startup 個故仔裏邊咧，其中有好多個好多對 ，OK， 好好嘅朋友嚟嘅 ，OK， 就係因為咧一起去創業嘅時候咧歡天喜地，但係去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大家咧冇辦法解決，就互相指責，去到最後咧就即係散檔啦，冇埋咁樣。咁所以佢哋即係喺個訪問嘅過程裏邊咧，就同我講就話唔單止個生意令到我有好大挫敗，我甚至咧好懷疑自己啊嗰個人際啊人際關係去 handle 點樣去處理人際關係咧，我都有一個好大嘅疑惑，因為我到最後咧，我本來以為同佢咧係即係非常之資深嘅好朋友，點、知到最後咧，大家就即係拍台收場走埋，咁即係佢哋喺成個過程裏面咧，我會覺得係好可惜嘅。咁好啦，嗱，你話幫我聽，香港係咪冇創業人咧？香港係咪冇創意咧？我覺得完全唔係咯。但係我哋嗰個制度，我哋個教育咧，係令到呢一班人咧，佢哋只係能夠一個垂直嘅，同埋佢哋做一班好乖嘅細路。係嗱，呢、這個就係咧，好多時咧，今時今日你無論鬧佢廢青好乜都好啦。其實我哋個主流社會咧，對啲後生仔好唔寬容。一係咧就如果譬如你嗰啲鄭海泉嗰代，你梗係上曬岸啦。你梗係有樓通過資產增值可以賺錢啦。但係而家細路佢冇可能噶啦嘛，已經。我成日都話噶，只不過我哋呢代好彩，唔係我哋比佢哋叻。只不過因為香港嗰陣時咧，就仍然未成為一個全球化嘅金融中心，唔係國際同埋大陸咁多資本走嚟炒物業。所以我哋有能力可以上到第即係第一架車。是好彩嘅，其實係。而家你望出去，就算佢無論佢喺邊間大公司做都好，佢都望唔到呢個前景噶嘛。咁所以就話，然後第二樣嘢就係對佢哋好 harsh 咩咧？就係一定要佢行翻我哋以前行嗰條路。喂，大佬，專業人士嗰條路，你話對我嚟講，就算而家望出去都唔係咁好勁嘅根本係。係乜？你何況專業人士嗰個 training 嘅過程，其實係我唔明白，其實點解有人由細個立志做會計師嘅？其實喺香港。有陣時候我聽到啲細路仔咧，喺中學嗰陣時已經立志要做會計師咧，我覺得好恐怖嘅事嚟。咁係你自己唔中意數字啫，咁又未必嘅。大佬啊，點會喺一個即係青少年嘅階段，點會有人覺得做一個會計師嗱？即係我覺得我明白個原因係咩嘅，係大人一路灌輸，話俾你聽會計師揾到錢啊嘛。咁嗱，你話做科學家，你話我想做總統，甚至你話我想做一個軍人，我都覺得。是屬於他們的世界的，但會不會這件事不是你的會查，所以你就覺得搞錯做什麼會計師啊，因為你經常都覺得掃佬，你經常都罵掃佬是賺到錢，我覺得現在香港大企業全部揸 fit 的都是掃佬，我都即係 deal with 過很多這些掃佬，他們是有他們的強項，但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你的世界應該是理想啊，講價值啊，講信念啊，而不是講這麼快已經去到講賺食嘛。做掃佬我覺得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賺食咯。係嘛？揾食揾錢揾得叻咯，因為香港就係發呢個掃佬嘛。係嘛？所有就算係創意企業都好啦，喺台喺個上邊揸旗啦。TVB 李保安咪掃佬咯。係嘛？跟住你睇呢個霍建寧咪掃佬咯。係嘛？全部都係噶，因為老闆最中意就係你幫我睇住盤數嘛。咁梗係啦，你唔會做啲風險投高風險嘅投資啊嘛。其實就開住個門口嘛，最主要係 OK。係啊。所以話你同我講話創意喎創。即係創乜創物喎，即係做實驗啦，
係咪？即係嘥錢咯。唔係喎，即係會失敗噶嘛？你攞我盤嘢去賭啫咁樣，咁有冇搞錯？有乜理由我去打翻嚟個江山攞你俾你去攞去搏先得㗎？即係有咩咁嘅道理咧？冇可能啊嘛！但係其實我想帶出一個問題咧，喺邊度咧？嗱，頭先我哋不斷喺度講話香港 startup 其實好困難。但係與此同時，即係喺今日鬧到滿城風雨嘅其中23條咧，其實亦都呢個網絡23條咧，版權修訂條例係啦，其實同樣咧係有依、這個即係、就是、對依個創意或者產創意或者創業依樣嘢咧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嘅。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講。